Hello， 大家好，又翻到嚟 Pokemon 特别篇 Van 啦。今次剧情咧翻到嚟呢一个一开头嘅岛上面，就咧听到咧啊，又内幕博士有危险啊，咁而见到正宗喺度做咩啊？正宗啊，哦，做咩？无端都要打嘅呢度 ，OK， 睇下先呢只咁啊，换只月桂叶出嚟啦。哇，唔系话一招咁嘅水技打到咁痛，哇，黐线，睇下顶。十万伏特中要麻痹 ，Oh my god！ 真麻烦，缓冲缓冲，巨蔓藤食药啦又要，食药嗰个次数几多下？依家开始，好在有呢一只，差唔多要买啦。哎，哎呀，封我唔俾我走佢，今日有自杀嘅啫喎呢度，疯狂降低佢嗰个物防先。跟住自杀，哇！打唔入佢喎，黐线！哇！要打几耐咁样？系咪真系走唔到啊？而家真系走唔到。OK， 咁我哋用问佢话啦，佢急我嗰时搞掂。3D 龙啊，泰沙顶近身拳击啦，富迪换呢只。跟住用地震，地震 ，OK， 啊睇唔切添，唔紧要啦，召唤大力话，我呢只系水系，泰山呢，近身拳击，哇呢、這个组合真系无敌，呢只话嗰只猫系啦，冲浪，冲浪，冲浪，哇唔系话系咁打自己，死啦就死，冲浪打唔死地震啦，再地震，搞掂啦，啱啱好。啱啱救咗你，我啱啱救咗你就俾人杀咗，我朋友都系因为你先成为目标，你嘅错，啊？你唔系真嘅，睇嚟我又做咗一件好事，啊？即系正宗已经死咗啦，系嘛？系啦，头先嗰度见到佢灰色咗，证明亦都应该系俾人操控咗啊，所以佢就系呢一个嘅已死亡。咁我依家暂时顺八阵嘅劲敌咧，只剩翻阿小粉啫，啊。咁会唔会系如我预计一样呢？吓、啊，呢度又冇得买药啦，真犀利啊！果然咧好有呢一个嘅职业道德啊！所有精即系出面搞咁大咁大件事，你仲喺度卖紧嘢啊！唔错唔错，呢啲服务态度真好啊！对自己工作好有热诚啊！呢啲人非常好。OK， 我哋揾内部博士啊！所以你仲记得我啊？哦，你唔系真嘅，即系个投影，你又冇扮啦。喂，呢只连阿 Green 都有个投影，唔通系假嘅？阿 Green 冇理由死咗噶呢度，有 3D 龙拍瀑布啊！人哋一招拍瀑布都打到你差唔多死咁滞。呢只用冰打，又一发结冰，真系黐线！又系你，你有冇咁多呢只嘢啊？天虫拳手水技。哎呀，又系嗰招咁嘅奇迹物。如果佢有嗰招奇迹的话咧，我哋要放催眠或者寄生种子。OK， 电磁波，奇花。哎呀，啊唔系，我用岩石都得。啊呢度打唔到佢啦，又我哋换做李鱼龙，跟住用岩石。啊一发死，因为佢四倍伤啊，十万伏特。收服到我哋唔要啦，要唔要好呢？唔要住啦，或者系唔系真嘅？但系你嘅内疚系真的，讲得好似好有道理咁喎。呢啲说话，翻嚟回血先，唉，真系麻烦，中心冇人，冇人帮我回血，搞到我要咁样回。嚟啦，罗姆博士。真系佢哋？嗯，做咩啊？哎，仲有个小男喺度，原来你哋个死咗啦，连小男都出事，冇理由嘅，系假唔系真嘅。灯罩菇兵技又 3D 龙，究竟你要出几多次？究竟要死几多次先肯停低？呢只都系要死啦。土龙弟弟拍瀑布，呢只好似系白防虫啊，系啦。我特工打得咁痛佢，搞掂！我仲未见过我父母，你点解系咁样对我噶？
对唔住，但你唔系真嘅，喺度喊啊咩又？好，我哋费事烦啦，呢度直接食个大药算啦。嚟啦，罗布博士喺边度啊？罗布博士，吓我就知道你会嚟，都话 3D 龙石啊呢只，仲唔仲有留俾你嘅礼物啊？你竟然够胆，走开！罗布博士，你要阻止嗰只嘢啊！嗰只 3D 龙，佢唔系一只 3D 龙，佢系啊！你要阻止佢，我唔知佢去咗边喎。佢喺个精灵中心喎，代金道精灵中心。佢只系偷咗我嘅云波数，我确定咧，佢谂住咧将自己上传到互联网中心咧，拥有控制住骨子群岛嘅网络，好肯定佢喺嗰度。OK， 呢个精灵中心啊，佢喺嗰度冇喐。花子，我而家过去做咩啊？吓，同你打原来 OK， 咁啊，塔沙顶。金动光线啊，金动光线搞掂，麒麟旗照用水技。哇，佢呢一个落雨真系嚟得合时，佢落一落雨，我成个战力即刻大提升。哇，咁啊哥达，哇争啲死，我可能会要死啊呢只度。诶，唔、吓都系要死。你鱼龙啦，冲咯！哇，个士刀劲到啊！起效啦，有肉啦，多谢你啊，花子，我哋嘅梦想好快实现。你黐咗线啊，花子，我唔可以冇咗个仔啊。V D 龙一直呃紧你啊，小智唔系你个仔啊，呢个只系咧实体嘅投影嚟嘅啫。当我嚟到代金岛嘅时候咧，我被咧告知我仔咧再唔会咧从呢个昏迷中醒嚟。嗰啲护士咧叫我咧切断佢我嘅生命维持系统，你知唔知对一个母亲嚟讲几痛苦啊？所以咧，当 V D 龙提出帮我咧保留个仔嘅记忆同埋灵魂嘅时候，我咧一定要接受。即使咧俾我生命能量作为回报，代价系咩啊？阿辉正宗 ，Green 仲有小南都失去咗生命，你睇到太自私。我一生都帮紧其他人，最后我得到啲咩？我丈夫死咗，我仔陷入咗无尽嘅昏迷，我厌倦咗啦呢个巫师。咁我嘅朋友咧，咁我仔咧，佢唔应该有机会生存。你认为仲系生存紧佢假嘅咩话？小智咩回事啊？小智你唔系，你唔好咁啦，小智系你朋友嚟嘅，唔好再呃住我啦。佢需要知道真相啊！阿妈，跟我嚟啦，宝贝。喂，系又要自助式回血系统，真阴功啊！可唔可以将成个箱移去第二度？唔得，因为我想将呢度啲精灵全部换。诶，有啊嘛？诶，唔系。我想将啲嘢全部换走晒第二度，因为咧佢一放入嚟咧就已经系 boss one， 但系 boss one 咧已经满晒位，跟住我又要揿去第二格，几咁麻烦呢个步骤。好，我哋嚟啦，上去啦，上路了。诶，点解嗰个人仲喺度嘅？仲有咧，黑暗之神咧会除咗呢个我呕心嘅世界，米娜系边个啊？未听过啲乜人咯？唔识你喎，米娜边位？嚟到啦，最深处咩话？你唔系真嘅小智，你只系一个咧实体投影。真正嘅小智咧仲未醒翻，喺度喊啊！一切都系假嘅，我从未出发过旅行，我仲未参加过射鹰联盟，我伙伴屁比加超，你比加超咧冇办法咧喺上半市嘅集兵生存啊！佢系被火箭兵团嘅兵仔杀死，我嘅梦想，我嘅朋友，我嘅伙伴，佢都系大话嚟嘅，哈哈哈。唔好信佢啊，小智，你同其他人一样有感情，你真嘅。3D 龙咩话？冇听佢讲啊，小智，俾我咧所有嘅生命能量，我要消除佢对头先发生嘅事嘅记忆。你个仔咧可以继续生存咧，唔会发现真相嘅，交唔交易啊？我嘅生命能量，你会死噶，花子，我仔系一切，如果俾佢咧生存落嚟，我会咧好开心咁死，但我唔系真嘅，我对你讲系真嘅。停低唔好啊！唔想咧再被你操控。我可能唔系真，但呢啲感情，我会挂住你哋嘅咧。点解？再见啊！哦，佢掹咗插头，佢走咗啦。佢永远咁走咗，我就只差一点，你就可以令佢咧生存落嚟。都系你啊！我要带佢翻嚟，我会将佢带翻嚟，俾我所有你嘅能量花子。又系你啊！死啦佢！中咗电磁波，你又玩完啦。哦，仲用破坏光线添，拜拜！搞掂，复位啦 ！3D 龙仲未结束嘅，吓多比龙系咪 ？3D 龙结束啦，系打咗花字定未啊？我哋揾下小智先，咦，
咦？佢带咗喺边啊？去边啊？呢个米兰唔见咗。哎，俾晒你啲生命能量俾我，我唔会再帮你嘅。呢个唔系小智要，我可以救佢嘅。佢系走咗啦。如果有更多力量，可以将佢带翻翻嚟。唔好啦。啊？吓？你做咩啊？我会保留佢嘅记忆嘅，一切都喺网上会永存。喂，叫埋我，你要入嗰个机器度进入。我喺边度啊？喂，欢迎你去现实世界，小智郎。咩话？嗯，唔系哈哈粉，唔系哈哈帝国嘅粉丝。诶，你喺网上？等先，你系火箭兵团嘅，我系小智郎啊。我以为你死咗添，好明显唔系啦。原来 3D 龙捉住我。另外咧，身存住系为咗吸取我嘅能量啊。发生咩事啊？3D 龙咧将呢一个所有人咧都上传到互联网。如果咧我哋俾 3D 龙自由行动，咁喺骨子群岛嘅其他岛咧都会被上传，最终可能成个世界都会被上传。当你准备就绪咧，请将我从呢个监狱度救出。3D 龙将佢所有嘅囚犯都植入咗病毒。如果我哋走咧，我哋就会被删除。我知道系因为咧，我见到佢发生喺另一个人身上。边个？诶，删除删除。卡古拉，我已经话过俾你听，成个岛咧，成甚至所有人都被上传到呢一个网络。佢点解要咁样嘅？佢一定感染咗病毒啊！有病毒呢啲人。嚟个潘宝宝啦。哇，黑死佢咁怪。地面系啊。三头龙，拜拜。我喺边啊？呢度唔系个岛嚟嘅。好，我哋换翻咗闽向话先。好。呢啲人系，喂，哇，点会有呢只噶？呢洛克人嚟嘅，哇，里边比你想象中更加大啊！依家咧，我正在使用表面网，佢哋喺佢下面咧储存住数据嘅深层网络，下面系暗网，睇下暗网下面仲有一部分喺嗰度数据会被删除。呢个系讲紧一啲数据嘅嘢，互联网嗰啲嘢啊，虽然我都唔系好识。哇，哎呀，卡比手机用爆炸，系咪黐线噶？哇，病毒 B。病毒 B 可唔可以捉啊？捉只病毒 B 睇下先。会病毒 C， 你咁滚动岩喎呢只。好，我哋换只虫嚟捉一捉啦，不如。催眠。哎，催眠唔中。啊，捉唔捉到试下啦。识唔识摇先？识摇，即系捉到啦。啊，有机会捉到嘅，识摇就得噶啦。但系佢中唔到催眠。电磁波都唔得啊！电磁波都唔可以令到诶捉到咯，哈哈！利用呢只精灵咧 hack 入去其他人嘅电脑攞啲资料，哇咁劲呢病毒！问好问好喎，嗰个属性系加速减攻，下载根据敌人属性调整力度，都快快地啊 ！OK， 我可以飞翻翻去，跟住摆翻入去。咁既然系咁，我哋捉少少嗰啲 hack 黑客啦吓，病毒啊，唔系黑客。好，有边只需要回血噶？奇异花同埋大力蛙 ，OK。我就咁先啦，啊，出嚟回个血，跟住下去，再睇下边只精灵可以捉。抽翻只蚊香蛙啦，闲头嚟啦。咦 ？3D 龙喎，嗰只 3D 龙都可以捉下嘅。诅咒电磁波，哇唔系啊话，你竟然有同步，过分得滞啊！竟然摇尾巴 ，OK， 跟住呢度用精灵球，精灵球，咦呢只可以麻痹佢嘅啊，搞掂。以呢个 3D 龙嘅线框模组啊，西尔弗公司嘅科学家用我呢种线框作为设计新 3D 龙嘅基础，哦属性。传递状态同步率系乜鬼嘢？呢只 3D 龙嚟咗，摧毁咗呢条桥。OK， 哇咩嚟噶 ？TM 79，哇咁有趣呢度吓？啲洛克人咁款喎呢个水机。哎，呢一睇就知水系嚟嘅，诡计。阿伯怪水机，咁我先啊。我先看看，好，网络，哎，呢个咩噶？阿尔法密锁匙，
点样有咩用啊？条锁匙？呢啲绿色嗰啲格仔咧系溜冰嚟噶，乔不比呢、這个啊？唔系啊。啊！边度有一插锁匙啊？呢度啊？应该系呢度啦。诶，系啊，呢度有锁匙。我需要一把锁匙打开，我咪有咯。咁、嗯、但系冇嘅，未打开得啊？前方暗网，我明明执咗条锁匙噶，啱。我呢度仲有条暗网锁匙得，我拎咗两条锁匙，总共呢条应该开到啦，咁样。开咗啦，呢只系咩啊 ？boss 嚟啊，只喂防火墙安全程序，阻止啲人进入暗网，你要入到嘅话先将我铲除。O、okay, K， 即系简单啲嚟讲就系保咩网络保安啊嘛，捉呢只啦。哇，大爆炸！好呢只有我唔捉啦。诶、欸，入得咯 ，TM76。点解佢唔显示出嚟系咩技能？诶、欸，用了猛攻呢招系飞行嘅，算系最高攻嘅飞行技咯。咩噶？有个紫色嘢喺度嘅。我系运行所有精灵中心网络。诶、欸，有得回血 ，very good 啦。呢个就铲除铲除。拜拜。诶、欸，咁你都唔死？哇，喺呢、這个系 XY 嘅虾嘛？降矮水机，吸动关先，吸动关先，94咧，好多人都唔知道，但暗网下面咧系一个名为红厅嘅地方啊，用于删除数据。有一种理论讲咧，红厅都系咧连接唔同纬度或者领域嘅地方啊，好复杂，唔知阿乜，那个程序都系需要我帮忙，你又知道，唔知道发生咩事？這个本来应该咧系一个美好而和平嘅日，直到咧个 3D 龙嚟咗。并且咧重塑咗成个网络，突然间咧病毒开始周围出现，知唔知佢去咗边啊？佢入咗嗰边嘅曲线板，唔入防火墙阻住条路。系啊 ，3D 用咧整咗防火墙，佢周围咧整个七个密码，一旦你玩到七个锁匙，我就可以熄咗防火墙。每个数据都系一个内置嘅防毒软件，一旦防毒程序，一旦你靠近佢就会攻击你。七条啊，会唔会太多啊？七条大佬。虽然我知道真系好襟玩啦，呢、這个 Pokemon 病毒呢只会自爆，我哋杀先下手为强。好，搞掂咦？好啦，一路行。呢、這个有病毒。诶、欸，有得捉啦呢只。诶、欸，捉唔到，因为佢呢个应该系固定，一定要打死，唔俾你捉。卖嘢。我好齐全咯、啊，不过好合理，因为佢将所有嘅一啲系统咧放晒入去。诶、欸，点解？哇，有笔、啊，大家见唔见到？我一揿入去咧，你见到左手边咧，佢出现翻乔伊个样出嚟嘅，都好合理嘅。因为佢嗰啲咩商店啊、中心啊，全部都系系统嚟嘅。佢将系统咧只系将佢放咗呢一个云端度，呢、這个可以话系，系嘛？我估系啦。见到可怕嘅命运咩？月见山等我。毒气双子，同命哦，睇唔到，唔系应该系话咁一块啦，就系舍身撞冲咯。哇哦，争啲死，我哋要翻去回血先，要揾翻嗰个精灵中心啊！呢、這个魔法程序帮我回血，呢度啊，定呢边咧？啊，呢边睇下先，有病毒。走啊！唔系我呢个冇得走啊，呢个要打。好，做啲几多数据啊？出嚟见我。呢个咩地方啊？呢个都系叫网络。其实有啲角色都未必都唔一定要打啲训练架，做咩要打佢咧？除咗拎经验之外，呢度哇系好硬正喎、啊。应该唔可以用格技打啦，我费事试一弯俾佢，所以我直接用水技打算啦，直接用水技嚟。乔伊护士，乔伊你都濑嘢，走一走先。
亚环啊，蒙哥罗亚，回血，好呢又回过血啦，费事又要出去咁麻烦。喺边啊？回血，好呢度，呢度应该有个咩嘛？有个锁匙喺度啊，有啦，唔系我呢个招式机嚟噶。呢边欢迎你暗网蠢材，你想请一个杀手嚟做低你嘅敌人，你需要俾特币支付俾我。哇，咁有趣嘅呢度，竟然用一啲现实嘅嘢放咗喺度，俾特币。好，呢度 OK， 水机，哎呀，电池爆，最真嘅嘢呢招。剩翻个解麻痹嘅先，系咪有个咩万能药啊？有啊呢度，得，跟住走得，诶，黑色嘅条路 ，OK， 好，齐晒未啊？应该齐晒啦哇，我都冇乜印象系咪齐晒，我呢个攞咗，咁应该齐晒啦 ，OK， 齐啦齐啦齐啦。我哋即刻快回过去先，顺便捉埋一只啊！一发秒咗，唔好意思，得搞掂，齐晒，我已经揾晒所有数据啦。睇住，哦，发生咩事啊？佢感染咗病毒，你要删除佢。你都有病毒啊？周街都系病毒啊！快啲走啦，我哋 ，OK， 够及先，呢有两条路嘅。阿尔法多士，呢两个都是一样的条路。好，暗网嘅存在为咗隐藏文件同数据，而呢依家啲人咧嚟呢度做啲非法嘅事情。暗网小知识喎，呢个系粉冻岩。我经营嘅网站好特别，有人话呢个爱情，呢、這个就系暗网咧，同我指意啲咩？前面咧就系红厅喺呢一度咧删除数据咧。呢度咧系互联网嘅黑社会，由于 EM 同 FM 波，佢都系去到唔同位置嘅连接点，呢个非常危险，你确定要入去吗？四弧线，好好，我会帮你嘅啦。又有病毒啊，被感染啊，啊无端端嗌，我嚟啦。云网啊，呢度就系、是、以 game 嚟睇话呢只，即系以前嗰、那个。地图区域咧，咁呢个就系白金版嘅反转世界啦。啊，咁呢度点行我都，做咩啊？哇！删除例程已激活，哇！一百呢嘅臭泥啊，哇！难打喎呢度，唔捉得噶嘛应该，哇！大镬，有啲难打，垃圾射击，地震，冲啦，作 3D 龙啊！即刻换奇异花，吸收吸收，换呢只，换呢只慢慢打，吸死佢啦呢度。我好希望迟啲见到嗰只奇异花系有呢一个嘅寄生种子，咁我就可以咁样屈死佢。哇，呢个咁有趣嘅嘢，又有电磁炮，奇异花寄生中我都得啦 ，OK。其实无敌噶呢个玩法系，佢应该冇技打到我啦，我觉得。即系譬如如果我奇异花高速少少咧，一嚟抌寄生种子啊，只要挨到一夜，我就可以换重走人噶啦。再见，搞掂，食药，即系 OK 得。呢度可以行过去，又有病毒呢个位，超不备。嗯。呢条路嘅迷宮嚟嘅，见到啦，见到见到见到，点行喺度？食乜麻水先？93支，点样过去啊？呢、這个呢度跳过去，又唔系啊？点行？嗰边右手边系咪？嗯，过唔到去呢、這个。
呢度就系头先入嚟嗰度啦。這個、呢个咧，我啲怪声我听到。呢、這个，唔系啊，呢度入嚟喎。点样入去啊？嗰度？呢度落去，跟住向左行，跟住呢度。喺呢度，啱啦，啱啦，啱啦。哦，佢有三个窿，仲有三个窿俾你试喎。呢度，呢度过去，我估应该系呢个啦。诶、欸，唔系喎，仲要拣错晒喎。呢度上面嗰、那个系啦，中啦，咁我见到佢啦。你将一切都摧毁晒啦！又同我打，究竟要打几多次？同呢个 3D 龙，快做低佢啊 ！3D 龙又嚟破坏我只牌，唔可以原谅啊！诶、欸，佢哋四个 ，Oh no！ 哇 ，Missing Number 咩嚟噶？嗰只唔通佢系另一个进化？故障可能破坏咗佢嘅轮廓啊！吱吱吱吱吱吱，咩话 ？Missing Number 四符，使唔使四符咧？四符啦。似乎在第二个 file 度，更新佢嘅，哇一击必杀，呢只你杀我唔到啦啩，再见啦你，哎打得唔同嘅，可唔可以捉佢啊？唔捉得，要我未乜复得，哇咁易打嘅呢只嘢，系一只比加超，你俘获咗你嘅原型啊？咩话？唔好话俾我听佢系小只比加超，我冇谂过我仲可以再见到个真面目，系云雾嘅工程。当时当我从呢个小智开始旅行嘅时候，我好讨厌呢个孩子，佢太天真可悲咧，而且咧糊涂。我一开始就知道咧，一旦事情变得咧艰难，好似佢啲咁嘅训练师咧就会放弃啊。但系我错咗，佢冇放弃咧，冇放弃到我，并且逃离咗火箭兵人攻击，而系竭尽所能救咗我。嗰时我先意识到咧，我对佢嘅判断系错嘅。但系咧为时已晚，我由于受伤过重咧，严重失去咗生命。死后之后咧，令佢咧陷入咗昏迷。在他死之后，西尔佛公司正在制造他第一只人造精灵，就是 3D 龙。他们想要创造一种容器，在那里死者的灵魂可以被分解成数据，并且利用被遗弃极具争议性的云网装置放入到 3D 龙这个容器。哦，即是 3D 龙就可以用那些某些人的数据的话，云网将我的记忆和本质转换到数据，然后装在第一只 3D 龙上。但系令人意想不到嘅系咧，赋予我嘅力量咧，可以咧同传说中嘅精灵咧相比嘅。佢哋惊我，所以将我锁定喺呢一个云网装置嘅核心，直到咧我哋咧入侵咗西尔佛公司，并且造成巨大嘅震动，导致咗咧激活咗佢出嚟。系啊 ，Green， 咁点解要咁做？你唔同咧，小智重聚，我要报答佢为我所做嘅一切，我要有咁强大嘅力量，但我唔可以将佢从自己意识中咧释放出嚟。我配唔上佢啲训练师，我必须咧将佢从昏迷中唤醒，至少咧令佢保持佢嘅记忆力，一切都很好。佢识咗朋友，佢值得高兴嘅。唯一嘅问题系咧，我冇足够能量嚟维持佢嘅投影。真正嘅小智咧，正喺长呢个医院嘅病床上咧，慢慢死去。我冇办法沉浸呢一个幻想入面。呢个就系点解开始吸取你所有人嘅能量，但系呢个唔阻止唔到佢嘅死亡。嗰时咧，我记起咧云网工程，我就想将成个地区都上传到网上，咁样我就可以保持住小智嘅记忆同精神。哇！即系将所有人都吸晒入嚟呢个空间，然之后再吸佢哋嘅能量嚟到俾阿小智一个咩喎？我哋应该要放手啦，花子女士。失去咗 Peter 之后，我觉得咧失去咗小智对我嚟讲太痛苦，但系我哋都知道咧小智唔会想令呢一切发生。哦，再见啦，我要消失啦，对唔住，我做咗咁多错事。你仲有你嘅朋友同所有嘅居民，好快就会被传送翻咧现实世界。个小智可能唔系真嘅，但系咧佢嘅情绪同埋感觉系嚟自真实嘅小智。佢对你讲嘅嘢咧，佢都系认真嘅。多谢你。唉，好眼瞓，好眼瞓。咁我系你啊。几日后，呢两个朋友咧冇事啦，佢哋需要一啲休息时间，尤其系你个朋友阿辉，睇嚟营养不良。好啊，多谢你乔医护士。吓咁即系成个事件解决晒噶咯，你输咗，系一个唔错嘅比赛啊！你恢复得好快、啊，骨子联盟比赛仲有两个礼拜后就会开始，系啊，我知啊，我哋可能咧会再次咧面对大家。
我就指意佢啦，唔理点都好，我要食啲嘢先。得唔得闲倾偈啊？倾啲咩啊？多谢救咗我啊！我哋啊，呢个阿 Green 同埋我，唔使多谢，我知道你都会咁做嘅。我会啊，你咧从阿小丹手入面救咗我。我谂咧，遇见到你之后，我真系变咗。咩话？哈哈，冇咩嘢。我觉得你应该要睇睇萝卜博士点啊。哦，我花子喎，花子有时你要做咩？我只系咧嚟俾一个萝卜博士道歉，佢系因为我咧受到伤啊，冇人怪你啊，花子。好多谢你啊，好高兴咧，小智有你呢个朋友。小智嘅小抱歉，冇事嘅。即使咧小智嘅记忆同埋，即使咧呢个咧只系咧小智嘅记忆同埋认知嘅投影，但我都系好高兴可以见到心爱嘅仔。你要翻关刀啦，唔系我要永远离开关刀，我要同我家姐咧搬到卡洛斯地区。祝你一切顺利，多谢你啊，再见。你点啊，洛博士？好好多啦，多谢关心，真系唔敢相信发生嘅一切。胜利者之杯咧，即刻要开始，我会为你加油嘅。多谢你啊，洛姆博士。哦，佢想同我哋所有人倾倾。我相信我另外两个朋友咧，帮助你逃脱咗 3D 龙嘅魔爪。系啊，佢哋确实，但系佢咧随住阿二咧喺油脂岛被火箭兵团俘虏咗。阿二俾人捉咗，咁啊大镬！你应该早啲同我讲嘅。对唔住，我忘记咗。而家咧只能祈祷我嘅朋友同你嘅朋友都仲在生。精灵协会同火箭兵团唔系玩嘅。同犯罪集团联合嘅政府，佢哋到底想做啲咩？精灵协会咧想要完全控制住董事，多年嚟佢哋一直咧筹划紧咧攞呢个董事会嘅其他部分。佢哋点做到噶？同卧底一齐，冇错。有啲事咧讲唔通，点解咧协会需要更多嘅权力？佢哋已经系咧董事会最大噶啦。精灵协会嘅领导人都系火箭兵团嘅成员，系啊，佢就叫阿波罗。基因改造已经接近完成啊！控制增强，增强咩？事件成功结合冇异常迹象，爸会为我骄傲。佢喺度制造半机械虫，基因改造嘅精灵吓、啊，就好似超梦梦一样。阿波罗喺甜金刀咧建立咗一个庞大嘅军队，佢会利用呢一个精灵咧嚟完全控制董事会其他成员。火箭兵团同精灵协会嘅主要基地喺边度？就喺骨子群岛嘅中心呢、這个金骨岛，讲笑就话同政府嘅关系咁密切，好有道理啊！边个会估到咧一个犯罪集团咧会出现喺一个咧以警察控制严密嘅岛上面咧？有咩咁特别啊？个岛你谂都唔知嗰度会举办咧胜利者之杯咩话？你两个可以迟啲再嘈，但我哋有人要救，咁咧同小林一齐去咧阻止机械种，我同呢个小次郎咧同我咧会去呢个金骨岛。我要去金吉岛喎，你太信任啦，我会将呢个家伙控制住，唔好忘记金吉岛嘅事。哈，我冇问题嘅，好好有趣喎。甜金岛就系呢个流金岛嘅北部，流金岛北部，幽灵片雀永远支持你。好啦，今日暂时，今集剧情嚟呢度先，我哋下次再见。